我是真的碰不到靠谱的人呢，又在抱怨这个。你还有时间关心那种玩具？多笼络一个可靠的同事，不是更好吗？可靠的同事吗？是啊。 你的那几个后辈还挺能打的呢，不过在我看来，他们还不配自称 SRT。小雪乃还是这么严格，妮可，是你对他们太宽容了。如果是我来指挥，从潜入到完成任务撤离，不会触发警报，并且全程只需要1分钟。 所以我有个提议，让 Rabbit 的小队也参与我们的政变，诸位意下如何 ？SRT 特种学院 Fox 小队的诸位，也不错，虽然他们不是故意的。 但既然挡了前辈们的路，那就该为此负责才是。嗯，我也不想脏了可爱后辈们的手，但事已至此，也没办法了。从进入 SRT 的瞬间开始，那些孩子就应该有这种觉悟了。这所有的计划。 都是为了复活 SRT。 与毁灭沙漏。